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口语部分，因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其实我自我感觉英语挺好的，雅思也考得很高，当时好像考了7分，但是这个口语一直不太好，因为我当时是过来上大学，然后在学校里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啊，或者是跟同学交流的时候，因为口语的问题导致交流不顺畅，对你的这个学习生活会有一定影响，然后在。了解到杰瑞英语之后，当时就很快是上了他的课。其实杰瑞英语跟其他英语比较不一不呃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其他可能，英语教学更多的是教你这些语法呀，教你这些句子的组成，但杰瑞真的是从这个英语的本源教你，你从发音入手，来去真正的掌握一个单词的发音，掌握它的读法。掌握它在句子中的应用，然后你通过这些发音的话，你会到最后会有一个举一反三的效果，就是你听到这个发音，你大概就知道它的拼写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它大概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所以这也是到练到后期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杰瑞英语真的是从母语的角度来教你去学习一门语言，而不是说教你这个它的语法呀。听说读写啊，其实那个可能更多的是应付这个工作或者是考试中的需求，而这个杰瑞英语是帮助你真正能满足你生活中的需求，所以，挺推荐的。首先非常想感谢杰瑞，就是他能把这么好的方法带给多伦多的华人社区，然后大家真正的从发音上来解决这个英语的问题。我会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推荐，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想去发出这个地道的英语发音，就是美式英语发音，然后真的是想去真正的融入这边的主流社会，我觉得还是很推荐去学习杰瑞英语的。然后其次呢，也希望杰瑞这个英语越讲越好，然后可以提供更多的干货，然后就。因为这么多年，杰瑞教了好多年了，他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希望可以更快的能帮助华人学好英语。就是比方说，我以前听广播也好，还是听当地人说话也好，大概能捕捉到80%多的信息，能听懂80%。但是自从上了 Jerry 的课以后呢，我就感觉，哎，好像每一个单词我都能听清楚，然后很清晰，然后意思呢也应该就比以前好容易理解，我这点非常高兴。因为 Jerry 呢，他上课帮我们纠正了很多中国人的那个发音，因为那个嘴唇、牙齿还有舌头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发出来的音就是跟当地人发的不一样。我觉得 Jerry 真的是很棒，因为他不仅自己有知识、有这个能力，而且他非常有讲课的天分，整个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而且他的课一年就是连续上4到5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就从来不觉得枯燥，从来也不觉得单调。然后虽然是晚上上到10点、11点，但大家都没有说要先走的。别的课可能都催着老师下课，但是 Jerry 的课绝对是没有。所以，我觉得 Jerry 真的是非常有能力，非常了不起。最大的收获就上了 Jerry 的课以后，最大的收获，我相信我将来的英文发音会很大的得到提高，这一点是非常有益口译这份工作的。我想对 Jerry 说，非常感谢 Jerry，你不仅把你的这种刻苦用功的精神，教会给我们，而且把你发明的这种方法捷径教给我们，非常感谢。我觉得我20年前，20多年前吧，做过 presentation，就有人跟我说，哎，你没什么口音啊，我所以一直很自豪，很骄傲的。结果上了这课以后，尤其第一堂课下来，我发现我不会说英语了。那么我现在发现呢，上了这个课呢，我别的课不用上了，因为我觉得 Jerry
最 unique 的一点，他这个课啊，就是他把这个中国人发音的这个误区给琢磨透了。另外，他这个而且各个地区的人，比如说北方人、南方人、长江流域啊，发音的误区都在哪儿，他总结得非常透彻。而且他总结到最后，他从物理角度出发，牙齿啊，这个啊嘴型，还有这个舌头怎么摆才能发出某一个音，他讲得特别的清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 unique。 有一次跟人八卦说，那个哪部门一个人叫那个就是叫马丁，就是火丁叔叔马丁，马丁叔叔火丁，那个马丁啊，那个他，然后我就中国人都说嘛 Martin right Martin， 那么然后那个同事过了一会儿说，哦 Mon 那个当时就总觉得自己跟人说的不一样。完了上接着这个课突然醍醐灌顶，我觉得哦 that's interruption right it's modern。 现在呢我基本上如果再跟人聊天，再聊那个人的话，我就应该会说的比较稍微地道一点吧。 Jerry 我还是很佩服他，他非常的爱钻研，爱琢磨事儿，因为他不光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英语学得很地道，另外他琢磨很多这个中国人发音的误区，而且呢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来了以后我发现我26个字母好像这30年都没念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啊！而且我服气，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把英文琢磨透了，把英文这个发音琢磨透了啊。而且呢他最强的一点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说的不好，这个 Chinglish 到底怎么来的，他非常的啊琢磨的非常的系统化，甚至他分地域啊，北方人错在哪儿，南方人错在哪儿，这个长江流域错在哪儿，他非常的这个啊系统啊，真是让人心服口服啊。完了他的课相当快乐，相当的欢乐啊，尤其是这个矫正这个发音啊，特别仔细，每个人不发准了不让过，特别认真啊。另外特别 humiliating， 但是非常有效。我学杰瑞英语之前，英语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基本上讲英语别人都听不懂我在讲英语还是在讲汉语啊。现在呢就是生活中基本上简单的英语呢我就能够对付过去。比较神奇的是我前天居然跟我们上门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人讲了一下我们家的草坪到底应该怎么修理，这个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杰瑞老师本人呢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啊，他上课呢很好玩也很有趣，然后呢他会用很多很多的案例，最后在我不知不觉当中我会非常印象深刻地记住每一个发音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其他老师做不到的，而且我下面即使没有复习我也大概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杰瑞英语跟其他英语课的最大区别就是杰瑞英语真正的是在教你说话，不是在教你看文章，也不是在教你读课文，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的最大区别。我觉得我们过去多少年的学了20-30年的这种哑巴英语，现在终于能够开始认认真真听，认认真真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真的很推荐杰瑞英语，我觉得杰瑞英语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做到了有用有效，所以我会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推荐，我觉得太值了。我希望杰瑞英语以后得到更好的推广，让更多的华人了解更真实的英语，而且真真正正把英语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样让中西方的距离会更近。我的英语主要是语音方面的东西，完了我知道杰瑞这个看了杰瑞这个信息以后，我就来听他的公开课。听完他的公开课以后，实际上还有一些什么试听课，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什么，我当时都没有考虑那种，我马上立即我就去交钱了。
我为什么能够立即做出决定呢？是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或者被别人忽悠了？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很，我虽然英语不好，但是我有很长的英语学习历史，而且很努力，而且我也参加过一些比较像样的学习班。就是在今儿的课堂上吧，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给提出来，这是很有帮助的。每次上课之前还有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很多问题，今儿老师都非常认真仔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今儿老师教发音的时候，那些单音他都保证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得发准，一个一个的检查，一个一个教，如果你没有发准的话是不允许你下课，不允许你走的。我是非常愿意让更多的人吧知道杰瑞英语，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改进华人英语语音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所有想提高自己英语水平的人都可以来看一看，因为他有公开课，有试听课，这都是免费的。